一张脸浮浮的，或者擦什么保养品都不能吸收。阿纪哦，已经年纪有，然后常常会觉得说我不想被老击败，所以呢，要做不老女神，要有很多需要做的功课。我今天呢，真的要跟大家开箱一个很好的东西，一个居家的医美保养仪器，女神制造机，男生也可以用，有说明书，充电线，它有一个收纳袋，它也呢被人家称之为呢卧蚕制造机，很美哈、哦。其实真的，它的造型还有颜色真的很时尚。你看这个弧度，到日本哦，去获得呢很精密的运算的弧度，整个可以贴合你的脸的弧度，然后做所谓的拉提，它完全可以贴合你的脸型，包括苹果肌，一直到卧蚕的地方，做一个很漂亮的拉提。USB 充电，付给大家这一支生态的水光针，水光针非常非常的保水，而且呢非常的滋润，挤出来精粹度、清透度，全脸都可以抹，记得不要干推。那我呢现在要做给大家看，黄色的光源呢就是热的，一冷一热的一个原理，42度到45度，再按一下，它开始震动了，一分钟有8500下，每天呢大概5分钟就好了，从这边轮廓线往上轻轻的擦一点精华。由下往上推，透过这个仪器的温度震动，可以呢加速保养品的吸收，从这边加强你的法令，再往上你的苹果肌，到你的卧蚕，一直到你的鱼尾往上拉。你看这个卧蚕，额头的地方、皱眉头啊、眉心的地方、抬头用的困扰都可以，你看它完全没有死角，好温暖哦，好舒服哦。分钟之后呢，改成蓝光冰的，让你的皮肤呢可以做一个紧缩，那个滋润度、水分整个把它锁进去，紧致，然后拉提，把你所有的水分锁起来，冰镇11到13度左右，适时的呢马达呢做一个散热的动作，但是完全不会热，保养品可以获得很充分的吸收，然后你的轮廓线也获得拉提。有没有看到我这边是削上去的，这边肉是下来的。女生啦，其实最在意的其实就是轮廓线啊、哦，好舒服哦。你看我的苹果肌很蓬很弹，这边是紧的，整个往上拉。你看我这边的轮廓线，它也可以肩颈按摩的一个仪器，在按的时候它可以帮你做一个舒缓的一个目的，真的是好多功能哦。连结就贴在主文，那大家直接点连结到 Check to Check 的官方网站，在家里面也可以自己做医美等级的保养，就是这么简单。